来，三二一，音乐起。北元宵青鸟有一个关键词吗？应该是希望。新的一年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让我们充满希望去迎接新的一年。元宵节回家还是工作？元宵我非常想回家，但是我也有可能会在元宵离开家，会回去工作，因为过完元宵我就即将有演出。能不能用一个动作表达元宵节？我希望圆圆满满。我希望圆圆满满。